讲一茶。你问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我想想看，又不能用巴沙卡。如果真的是官方所说的羁绊值能够突破一切的话，那么我是不是该用半死的人啊？让我们见证一下羁绊的力量。さあ、栄光と勝利の時。一定是那个人类威胁了吧？一定是人类威胁了吧？冷静冷静，芬恩能处理的，冷静冷静。そろそろ派手に行くとしよう。マクアルイン。这个可能打，请问我是要打到明年吗？请问，说好的羁绊的力量呢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相信，相信芬恩，相信，已经一半血了，多可能？八万四。对，速射防御。我的，干什么东西？苏萨不会死吧？我相信，我相信苏萨不会死。马克阿鲁因，伊泽，伊泽。マウンガンごとく、異様な騎士団の名のもとに。你不会跳一堆吧？你不要。这是芬恩最后的一击了吗？这被吃掉哎、欸！このマサイ先輩。哎，马修不会被吃掉哎、欸！可恶！哇、wow、糟了，是不是要打出本来了？请问这个跟超巨大的，好像这样的话输一输好像也蛮无所谓的吧，输一输对吧、啊、打一下袭击感觉还是可以的，对啊，正常套路，对，先输一场啦，感觉还蛮简单的。说最后那个 ORT 吗？问个问题耶、欸、如果我的从者被 ORT 吃掉了，主线是不是就不能用它了？会有这种设定吗？我觉得如果是的话，就真的超狠的。背包应该还在，但是主线可能这个主线可能不能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苏萨不能用，那真的对啊，会很恶心。芬恩不能用，好像也没差嘛。对啊，我们永远怀念他，我们永远。跟你说，如果。我是营运，我绝对他妈这样搞你们，因为这游戏实在是太无聊了。什么苏萨啊、米缸啊，对不对啊？全部吸干干，不是很厉害，不是保五啊，不是很会用对速胜防御吗的？看到难度一差就带苏萨，我看你是很勇啊。